另外看到是体育消息，小小郭郭宏志跟统一是3年的合约正式结束了，也确定暂时是不会回到中职。那据了解，记者网罗郭宏志的富邦已经接到的消息，郭宏志将会留在美国来打球。那郭宏志其实在1月上旬哦就来到了美国，到亚利桑那州进行自主的训练。那一方面呢要调整有把握复出的状态，那一方面呢也跟美国的球队来开始接触了。外传他可能会跟大联盟的圣地亚哥教士队来签下小联盟的合约，期待重返大联盟。